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在今日的常规赛中，76人客场116-92大胜魔术，西蒙斯和库里开局各有上篮，恩比德中投得分后，武切维奇回应三分，塞斯、西蒙斯各中三分，库尼耶二加一得手后，塞斯和哈里斯各中三分，76人已经领先了10分。恩比德突破暴扣，哈里斯和米尔顿三分命中，恩比德连续罚球，76人已经38-17领先了21分。魔术连续罚球，第一节76人38-22领先，第二节马克西、米尔顿和霍华德各有上篮，米尔顿在中中投，塞布尔二加一后再连中三分，76人领先了33分。麦卡威和武切维奇各有上篮，随后塞斯三分命中，恩比德也是得分，奥科克三分回应，杰莫哈里斯再中三分。半场76人就75-40领先，下半场比赛都完全没有悬念。全场比赛塞斯、库里七中五得到21分，西蒙斯9分10篮板8助攻，恩比德21分9篮板，哈里斯20分9篮板，米尔顿14分，马克西10分。魔术这边武切维奇19分10篮板，贝肯10分，戈登8中亦得到6分，富尔茨9分，麦卡威10分6篮板，科尔安东尼18中5得到16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